旁边那些白白的，好像都是棉花，看起来就像棉花。你看，比如说北部也有在种棉花。这边高高的是什么？不会是玉米吧？好像是是，这好像玉米。然后接着又是棉花。现在11:30，德州北边这一块还蛮，刚刚看到蛮多地方都有棉花，白白的。有一些工厂，还有风车。走。